一个震撼的。呀！哇！我不确定。哇，好痛！我倒是希望你不要那么快挂、啊。来吧，射一下。已经赢了。嗯，已经赢了。各位安安，我是猫光，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介绍这套牌组呢，就是干客皇哦，主打的呢就是超导对群 AOE 伤害哦。那这一套的思路呢，就是前两三个回合啊，我们基本上就是靠菲希尔的奥兹，然后再配甘雨，看是用甘雨的双滑石，或者是甘雨的大招脱手、啊、来进行对方的一个。三张牌同时的压低血量，反正前两三回合我们就把对方三张牌血量都压低，然后最后呢，我们用克勤或者是皇女的大招来进行一个收尾啊，一波带走。那这里呢，克勤他的大招啊是比皇女还要多要求一个雷骰子哦，但相对的呢也多一点穿透伤害啊，就克勤的穿透伤害是3嘛，那皇女是2哦，那具体你要用哪一个来收尾呢，就视情况来判断啦。那关于出战牌组的思路啊，比如说甘雨的天赋卡，那有一些人是偏不放的哦，那要不要放就看你们啊，还有这个赌徒圣遗物你们也可以不要放，有一些人他是放流放者圣遗物，就流放者圣遗物他主要是来搭配甘雨的大招，甘雨开大前呢啊穿那个圣遗物，然后就可以帮助克勤跟皇女各补充一点能量，当然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然后给你们做参考。那这一套牌组呢其实也是有不少优秀的一些替换卡方案是可以考虑选择的，那我会将那些替换卡方案啊以及这一套牌组的一些思路啊做一个整理，然后写在这部影片视频下方的简介说明栏位那边去哦，所以记得去点开看一下哦。那在进入实战精华前呢，我给各位做一个补充哦，就是因为我真的录的那个精华是甘雨开场就直接重击哦，因为我看我手上有天赋卡嘛，就想说试试看哦，因为我也是在学习在摸索这一套牌组哦。那我补充的就是这一套牌组比较多做的做法是菲希尔开场，然后召唤奥兹，然后之后呢再切甘雨，然后斩大招能量，然后第二回合啊甘雨就可以直接开大招啊，很多套路是这样，那这里只做一个补充。好，那我们接着就进入实战精华吧。指令をお出しください。我还以为棺材没有啊，因为我早上要打牌，打完的人下播。你打，找我打牌可以开啊，没关系。哇，牌瘾很严重哦。我看一下哦，八骰二雷，啊，三小蓝，不然还抢来一个爽的，来吧，嘿，来开场给你，是你先手，开场来一个震撼的。哇，说好的要让我呢？说好要让呢？还有两点哦，我也是可以用莫娜这一张，然后充满，然后等第二回合直接抢先手开大，也可以这样做。这是我又等等又想给他的一个爽的，太爽了。不然就是等等灵华，甘雨开大，然后飞蟹奥兹，然后等第三回合再来给你一个爽的。花火秘密，你不是说要让我吗？让了。我看不出来你在让我哎。哇，都没满呢。这张卡本质还是亏的啊！如果我抽到那个雷的共鸣卡，它是一号就可以充一点了。
这是二号才充一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了、啊。耶、yeah, ，我也满了哦。哦，你也满了哦。等一下会不会八个血就不见了？嗯？八滴血哦，不会啦，不会啦，没这么厉害啦。喂。我看一下。居然打下去也是扣九滴而已，九滴而已哦。可是可以给九滴而已哦，哇！真的，你就对我开大了吗？我开大又不痛不痒。也是哈。留意的ように落ちなさい。是，还是要开呀、啊。噔噔噔。可恶的利本，我控的太好了，反而有点骰子控太好了，反而没有，要不然就是要真的要舍三个骰子，然后结束阶段，还真的要这样做。换身体灵活，哇哦！打你一下，哎、欸。等一下结束阶段你就被惨电。嗯，是没错，对，聪明。就感电而已啊，没关系。嗯，感电而已，你知道而已吗？哦，你有没有带赌徒啊？没有。我是薄荷卷啊。没有，没有，哦，来就不，那先吃个料理了，啊，对，要饱腹，当我没说，来结束，啊，我应该，啊啊，我应该让你先，算了，没事没事，当我没说，什么都没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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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被闪电，我那个六滴血会不会挂掉？不会啊，应该不会吧？哎、欸，我不确，哇，好痛！我都痛，都是希望你不要那么快挂、啊。哦，我原本是想要把它卖掉，然后无缝切的。你是怎么坏？除非我有抽到速切卡。来。嗯哼哼、没有抽到速切啊！那锁链魔兽打呢？啊，好烦哦！哇，我居然为了先攻而烦恼。停了一下，哎、欸。我想要一杀三比较爽，你得当我把我当我打死吧。虽然我刚刚，哎呀，难吧。不过如果到上回合，我要怎么先手结束啊？我刚那个局面，我只能换克勤吗？嗯，他不能直接结束阶段，他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啊，才会轮到对方。真是的。没办法，你可以直接把我打死啊！来吧，打死 ！Yes！ 为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弄烫。完了！我不妙，不妙，嗯，没有那么可怕、啊，有点不妙。没啦，我也只能射，我也只能射一下啊，我也只能射一下而已，怕什么？我也就只能射一下而已。虽然我这回合是赢了啦，对，我这回合已经赢了，只是我必须要结束阶段才会赢啊。来吧，射一下，已经赢了，嗯，已经赢了。嗯，我还有，
我、欸、你没有，你没有了，你没了，你没了，你已经没了。哎、欸，对啊，我反正我也没骰子，你看你怎么做。对你来玩你的吧，看你怎么做。被闪电了。啊，说好的放水呢？等等，立本可能要拿掉啊。不然立本也不是说不行，就你自己要控牌、控骰子。嗯，控三个骰子，然后下一回合你可以抽两张，然后又升两个万能骰给你。嗯，哼哼。またか。啊，欢可晴，这没关系。结束阶段啊，赢了，烫修六。B5 哦，你还有一个骰子。嗯，看你怎么说。出惨了。不是你那么多卡片都是什么？都是废物。好吧。我就什么？我奥兹还没事。好吧。